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王狗，我是酸手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这个废弃的诊所挑战碟仙。在我们挑战碟仙之前，刚刚有在酸手的频道玩了一连串的见鬼计划。酸手频道看，他刚刚还蛮狂的，反应可能跟平常有点不一样，有一点像整人的啦。那刚刚的女鬼呢，就是我们的大胃王路很会吃的那个，一起挑战碟仙，在这个废弃的诊所，等一下看看它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，我也还没有看过。OK， 走吧。走吧，你先。出事哦。哦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酒室里面看起来比较恐怖一点，因为这里有很多条线。哎，酸总，你不怕？你不怕那只狗吗？我比较怕虫子。哦，我也比较怕蟑螂。我不要蟑螂，我会找到一个落点。但是很奇怪，他不怕鬼，怕蟑螂。你们先走好了，你们先走，我电筒小心哦。哎呀，上面还蛮恐怖的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应该都警种，神都警种。是啊。哦，是这以前是庙。有诊所，然后有庙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蛮 OK 的。现在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就要来这边玩。那底下这个蜡烛也很像是做仪式的地方，周边都有那种古墓奇兵的感觉。开始吧。3、2、1，碟仙，请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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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了，我可以摸你。动了。好。假设你认真是有人在动吗？我没动。不知道。我也没动，我放抽筋的。我是指甲戳着而已。那我如果现在发现有人在移动的话，我就揍爆那个人家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开始问。我们先尊敬一下。你好，请问我们在这边玩会不会打扰到你？没动了吗？我们换路，想问他第二个问题。对，那碟仙，我想知道我会几岁死掉。哎呦，这个问题，我是自己动太多吧？这个动很快。他快要离开这张纸了吧？在哪？我们都不知道在哪。玉玺，你要帮我们看啊？好痒。我来喷个防疫好吗？有人可以抱一下他现在在哪里吗？他手动不了。没有，我们就是随着命运而走。不然到时候看影片就知道。好吧。现在是怎样？停了吧。狙。狙。又来。等一下，动，他要动。狙。是鸡啊？我们是写注音。没有，也有英文。停了。是吗？八。八。八。鸡巴问题，就是说你问问题，再问一个吧，等一下说。你想再问一个吗，露露？是啊。好，那我的问题留给你问。好，那可以下一个。那碟仙，我想知道我会怎么死。再一个鸡巴，怎么死？鸡巴是什么啊？停在零。零。答非所问。好。OK。快说完走。我想问一下 ，EVA 剧场版下一个是什么时候才会出来？这样。那你问。等很久了。他说不定还跟你讲说我没在看动漫。哇靠！这一定是知道的意思啊。你要去哪里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靠一样就是不会出啊。你是男的吗？或是你可以回答是跟否？你是男的就是吗？你不是就不是。Yes。我停在一个。No。是。是。他停在是吗？真假？他停在是。是。
我可以瞄眼吗？拜托，我好想瞄看一下。不行啊。可以啊，这本来就没有说要闭眼睛啊。啊，是可以看啊，其实是可以看，因为我只是避免我们作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呀。我的手超酸，它真的停在四哎、欸。哪里？好屌哦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问一个超惊喜。你是谁？那我要问一个禁忌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要问你的。停啊！什么事？因为他在动吧。对不起。停啊！我。H， 你刚问什么？所以它是英文。G 八刚刚全部很多都英文。对啊，他都是用英文，他都没有。啊，等一下我都用英文。问他怎么死的？靠腰，你是？哎、欸，你这很禁忌耶，不可以骂脏。哦，是哦。因为他会以为你在辱骂他。没有 ，I was just tripping, man. Just don't take it that. How exactly did you pass away? 入骨。什么？预习什么？啊啊！你刚问什么问题啊？等下等下，他还在动，他还在动，他在动，他还在动。What？ 没有。是什么？听了听了。八。他刚刚说什么？阿爸。阿爸。阿爸。都是被爸爸吗？我也觉得是被爸爸。Is your father? Is your father? Yes or no？ 打怎么讲？打。打你。Hit。Hit you。先看。Oh, hit me, king. 啊？啊？啥？什么？等一下。Yes, only. Four. 可以看一下吗？那是枪毙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像 four。是哪？九。九。九。哎，酒驾。酒驾吗？还是你不小心酒驾？动了，动了。酒驾呢？停了吗？这是停了吗？停在哪里？哦，又动了。还没，还没。四。哦。四。酒驾。酒驾。R89。所以他开的是 R8 吗？R8。好屌。R8 is your car？ 是你的车吗 ？Yes or no？ 他就在四了，你还想他去哪里？他没动了。那就应该是四。我上次啊，戴着眼罩问他。我问他说几个人，他就回我数字，然后问他是不是，他就回我是否，所以我想再试试看。你们几位？听了吗？已经六十五、六十五位。这里一共六十五位。对，我想问一下说，你们这里在陪我们玩的是几个人？因为搞不好是不同人在回答，你知道吗？有数字吗？我的手指在抽血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好紧张哦。很恐怖吗？嗯，我觉得好累哦。他不快一点，我就要累死。听了吗？听了吗？几个人啊？有数字吗？一起。八。八。八。有点想多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们刚刚五个人呢玩完这个碟仙，我们是什么都看不到，你们都没有偷看吗？没有。他刚刚指到什么位置，我们当下第一秒我们也会知道，因为有人告诉我们。你们对于刚刚的过程，有没有觉得是有人在动？真的觉得是有人在动？有人在动？我觉得没人啊。那你觉得？我觉得有，可是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是好像卡着，他要动动。哎，重点很奇怪，因为他好像也很答非所问。对，因为重点就是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如果说有人动的话。到底说他指的地方不应该是那个正确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看不到。可是刚刚里面有几个答案似乎还蛮正确的，像我问了一个，我觉得蛮酷的。然后他什么时候会死？他说 G 八嘛。嗯。我们可能就要再回去研究一下这些答案什么意思，再跟你们讨论。因为现在也不知道。对，辛苦了。记得追踪王狗。OK。记得追踪王狗。记得追踪孙 Angel， 孙安祖 ，Angel，Tina， 季安，表子 Q 妹，露露，露露大胃王。露露 ，OK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。我很饿。好，我们去吃饭。我刚刚去问呢。好，我们要去吃饭。好 ，OK。拜拜，我吃饭了。大家听到对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记得拜拜。哎，你解读出来一定要告诉我。